今天晚上我已经杀了他。铁蹄先生，为什么你不问我干嘛要杀你？我若问了反而难免生气，而且跟你解释你也不一定信，那我又何必多费唇舌呢？不错，无论你说什么我都要杀你。铁蹄先生，怪不得我弟弟死在你的手上，你的武功的确不错。哦，原来你的弟弟是我杀的，不过最好请你告诉我你弟弟是什么样子，等我死了好跟他打个招呼。放屁！替我弟弟报仇？那你搞错了，杀你弟弟的不是我，是真正的梅花道。哼，只是你不信就来吧。你们散开。铁蹄先生，今天我们要分个胜负了。